就是团体啦。哦，拍你可以啦哈。拍我可以。对，就是在使用中的，就是如果在里面阅览的这些读者，或者是他正在操作的电脑的画面，请尽量都不要拍，就是以免引起一些纠纷。那这个要请大家多多帮忙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分成三组，需要我帮忙分吗？还是你们已经有分组？没有，还没。好，就直接切三块，就是这样。OK OK。有分不开的，先把手握紧。这边需要手握紧吗？那我们就从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边，好吧，这边第一。我不懂说为什么只有我们是一个团体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只有团体其他可以，哦，我们其他都不可以，其他都不可以，对啊，因为要如果你要拍的话，可能要去那个服务台申请啊，申请就可以了，对对对，啊，了解了解，谢谢你，不会不会。